大家好，我是海逸豪苑分行的 Alex 梁。咁我今日咧带大家去睇一个两房高层单位。咁事不宜迟，咁我哋一阵去睇下。个厅咧分为左手边系饭厅，仲有一个对流窗。咁右手边咧就系客厅，好阔落。另外个落地玻璃窗冇横梁，非常之工整。厨房方面，三边厨柜储物量非常之足够。到客房方面，窗台的设计采光度特别多，仲系送嘅添。到主人房，估计有150尺，非常之阔落。三边落床，一张 queen size 一啲问题都冇，仲包埋左手边嘅6尺入墙衣柜。一楼咧就系个厕所，好阔落嘅。之后咧就系开阳嘅景观，望翻一期嘅内园景。咁楼下咧就有一个好大嘅花园，好舒适，仲好宽敞嘅。啱啱我哋睇完嗰个单位，如果有兴趣，随时联络我。多谢大家。